接下来的花游记。白鹿莅临水帘洞了，我一定要拿掉。你怕自己杀了我吗？可以保护你的方法只有这样。我在三藏体内时吃了很危险的东西。什么危险的东西？那个铁石心肠的猴子这次看来是真的很痛苦。我必须找到香炉才能把我的新娘找回来。你又骗我了对吧？你还是阿斯女对吧？你要把我带回去让他们烧掉吗？请你不要太过相信阿斯女说的话。如果真的是骗我的，他们就全都是我的敌人。花游记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优频道，你也可以上涛哥观看更多花游记的集数。